我额头没有擦，这样子。你们是开始了是不是？先等我一下。不创变身女装，高科技为指南，你会想到哪个商品呢？当然是我们的防晒变色衣霜喽！它不但让你上妆的同时可以遮瑕，又可以帮你做到防晒。使用上有任何问题，现在一次为你解决。好，擦起来会不会太干 ？SPF 几颗星？这边有写 SPF 53颗星，那我现在就是示范一次给大家看。好，我直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质地哦。你看它挤出来是白色的，我轻轻的推开，它的保湿度非常的好，均匀的吧。好，来，你们看，这个是没有的，这个是有的。然后我现在呢，直接就示范在我的脸上哦。我先让大家看一下，因为我现在皮肤有点干，我都没有擦任何保养品，涂上来是白色的。我在推的过程当中，你有没有发现它开始变色了？它是不是变肤色？很明显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看哦，我就涂一半，很好推，而且它的保湿力超好的。我额头没有擦，然后。还需不需要再上隔离霜？基本上其实不用的。它的好处就是它非常的 all in one， 全部都一次完成。好，任何肤色都可以使用吗？因为它就是里面包覆着维持囊，这个维持囊里面包覆着校色的系统，所以呢，今天不管白色的肤色也好，或者是黄色的肤色也好，都可以使用。重点，它不但可以帮你做遮瑕，可以帮你做校色，所以你基本上几乎可以维持一整天，而且不脱妆哦。长时间不暗沉，绝对不脱妆，变色防晒遮瑕一霜，是你唯一的选择。